酒好喝吗？陆先生倒的都好喝。陆太太的嘴真甜啊。那也看是要对谁说呀。陆先生，谢谢你今天为我准备的这些，我知道你是想安慰我，我已经想好了，等到这次 CR 的项目结束以后，我就退出设计部。为什么呀？我以前觉得热爱设计就够了，可我现在觉得光有热爱还不够，还得有能力。我已经没有能力设计出好的作品了。哎呀，退出设计部，我就可以回家陪 Chris 了。怎么，不乐意啊？不乐意。我不想看到你后悔，你知道吗？当我看到你在做设计的时候，你整个人都是闪闪发亮的。我从没有看过你做任何事情比做这更开心的，而且我看过你的作品，真的很有灵气。我知道你是在安慰我，可是我已经没有灵感了。我也很想设计好，可是总不如意。你就是压力太大，顾虑太多了，有时候就是要放空一下自己，想想当初设计的时候，你内心最想呈现的是什么？最想呈现的东西？所有的事情万变不离其宗。 CR 的设计风格一向大胆奢侈，但你现在太执着于中国元素，反而被其限制。也许你应该抛开一切，按照你当初的想法去做，我相信你可以的。我好像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， Chris， 就交给你了。爱你哦，超级奶爸，拜拜。早知道就晚点说了。